关节，说我还有点糊涂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甜甜空气让我很舒服。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青草香，香果甜，喝着露水，泡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吹口哨，唱着歌，摇摇晃晃找道路。放脑袋，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。权杖，为了找片隐蔽的树林来砍伐，李老板还特意给我配了一套登山装备，真是太帅了！砍光树木，发家致富，放倒背熊，不再受穷！冲啊！是一头大狗熊，大狗熊，大狗熊，俺是一头大狗熊，大哎呦！光头强呀，这闪闪发光的千金，好漂亮，千金，好高级，千金呀，千金，千金金。运气真好啊！小熊熊，哎呀，救命啊！杰西，你少吹牛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熊蛋，你看找到啥了？华丽的手柄，人性化的设计，材质一级棒。呵。哦，看看看看，俺这只登山杖咋样？帅不帅呀？哇，毛毛，你说这片丛林的丛林之王是谁呀？当然是国王您了。那你说这片丛林的好东西都属于谁呢？当然是国王您的。既然都是我的，那就把这只登山杖献给我吧。熊二啊，本王会赐给你一个荣誉公民的称号。荣誉公民？笑什么笑啊？谁稀罕你那个荣誉公民的称号呀？稀罕？我还不稀罕你那根棍子呢。哼，你还知道一根更厉害的棍子？传说远在500年前，丛林之王把他的权杖隐藏在这片丛林的某一个洞穴里。这根至尊权杖通体漆黑，散发着王者的霸气。行了行了，吉吉，你就别听那只路虎的大爷乱说了，他呀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还说啥至尊权杖，这你都信，太可笑了。不可能啊，没人敢欺骗本王的。不信就算了，毛毛，咱们走。太生气了，太生气了！毛毛，你干什么的？你怎么就没给本王找一个牛一点的权杖来呀？害得我被他们嘲笑。本王的命真是苦啊。不行。我要找到至尊权杖，好让他们见识见识本王的威严。国王，可是那只是个传说，我们谁也没见过。你说，毛毛，不许质疑本王，我说去就得去。是。等本王找到那根至尊权杖，看那两头狗熊还嚣不嚣张。毛毛，给我仔细的找。遵命。
报告国王，发现洞穴。嗯？至尊权杖有可能在里面，给我搜。是，国王。报告国王，没有找到权杖。走开，我自己搜。哎呀，吓住了。黑色的棍子，至尊权杖，这个毛毛连这都没看见。使劲儿，还差一点儿。哎呀，好精致啊，估计就是至尊权杖了。嗯，裂开了。原来不是。报告国王，发现洞穴，发现洞穴。嘿，哎呀，原来是萝卜头打的地洞啊。往看看。至尊权杖，哎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至尊权杖吗？哎，有好吃的。不管了，先拔出来再说。国王，国王，那个棍子它不是啊，国王。至尊权杖终于到手啦！国王，国王，快走啊！急什么？还没庆祝呢。怎么会这样啊？那个柱子是我们龙家的柱子啊！你不早说！哎呀，好香的烤鱼呀！那当然了，俺熊大可是大厨级的手艺啊！来，你接着烤啊，俺把水果拿过来。哦，熊大，嗯，俺说这根棍子看起来咋这么眼熟呀？好像是，这不是俺的那根高级登山杖吗？熊大，你咋拿它做烤鱼呀？哎呦，这不就是根棍子吗？拿来烤鱼正合适啊，金属的，架在火上又不会烧着，你说对不对？小熊熊用得很爽是吧？继续烤啊！竟然敢抢我的登山杖，这是我用来找隐蔽树林的，快还给我！小熊熊别跑！小熊熊，给我站住！看我怎么惩罚你！救命呀！看你往哪跑！还来！熊大，你是从哪儿来？哎呦！你把咱的晚饭都丢光了，在晚上吃啥？呀！小熊熊，我光头强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我的至尊权杖啊，这匀称的形状，霸气的外形，漆黑的光芒，我的至尊权杖啊！至尊权杖，这是至尊权杖，都别跟我抢，这是本王找到的，终于让我找到了，至尊权杖就是不一样。奇迹，
那就是根烧火棍子，不是啥权杖。对呀，那就是一根普普通通的登山杖嘛。切，别想骗我，你们两个肯定是想霸占的宝贝不肯给我。嗯，我才不上当呢。哎哎，吉吉，根本就没啥至尊权杖，那只是个传说而已。你本身的权杖就已经很漂亮了，你却不珍惜，非要追求啥至尊权杖，你这有意思吗？你别说了。吉吉国王，我把你的权杖又找回来了。怎么了，国王？以为这样就能战胜我强哥吗？惹我光头强，熊熊变绵羊。吉吉，快来救我们呀！小熊熊，看招！哇！哇！国王，接着！哇！什么至尊权杖？本大王的权杖才是最好的。哎，这就对了吧。国王，你终于想通了，砍树计划又泡汤了。